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感遇其二是唐朝张九龄所写的抒情唐诗，诗开头两句托物喻质之意尤其明显，以一个游字充满了赞颂之意，三四句用反诘说明菊之高贵是其本质使然，并非地利之故，五六句写如此家树家果，本应见之嘉宾，然而却重山阻隔，无法为之，七八句叹息丹菊之命运和遭遇，最后为桃李之被宠遇，丹菊之被冷遇打抱不平，全诗表达诗人对朝政昏暗和身世坎坷的愤懑，诗平淡自然，愤怒哀伤不露痕迹，语言温雅醇厚。 MG Kids 油画棒通过欧盟安全标准 EN713 检测，一可喜配方，让创意更自由。 MG Kids 用心呵护每个创意。